Welcome back to Empire Motor Club, everyone. 今天我是要来卖车的。我打算把我的小牛 LP570 Super Leggera 把它卖掉了。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这台车子刚刚入手不久，但其实我是2022年中就买了这台车子。我只花了很多心血、很多钱去把它整理完，整理到我觉得它应该拥有的样子。我为什么要卖这台车子？其实是我想要追求我的梦想车。那我现在手上已经很多车了，然后我也跟我太太讨论过，如果我要追求我的梦想车，我一定要选一台车子把它放出去。那我觉得我心里面还是最爱保时捷，不代表我不喜欢牛。我觉得牛这台车子非常非常的屌 ，CP 值非常高。以它市场的价钱来说，我觉得 CP 值说不定是最高的。那你们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市场，小牛 LP560 其实算是最便宜的一个超跑，那但是570 Super Leggera 它有很多地方有很多差别。当初我为什么会选 LP570 的小牛，是因为它是自然进气 V10， 然后它的声音 It's just intoxicating， 然后当初 LP570 全球只有生产618台。那我当初没有选610，是因为我其实是想要一个 single clutch， 然后想要让我回到一个2000多年的这种年代的这个感觉。再来，我觉得那时候的价钱是非常好入手的一个价钱。如果大家想要收一台非常限量的超跑，然后 CP 值非常非常的高，状况又是超级他妈的屌，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 LP570 Super Leggera。那 LP570 跟560还有550的差别在哪里呢？整台车的重量它要比其他的560跟550再轻70多公斤。That's more than one person。它的内装全部是碳纤维，它的赛车椅也是碳纤维，超级轻量化的。然后它这台车子的优势是它还有一个防滚架，那你也可以再放一个4.4的安全带。再来，所有的 trim 全部是麂皮，方向盘。Interior trim, center console 全部是 carbon fiber 跟麂皮，还有它的外观很多碳纤维。好了，我先带你们大家看一下这台车子的细节好了。当然，外观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改了一个颜色 ，Inozi Tech Pearl Lavender Purple. This color is beautiful. 大家如果有看过之前的 Countach 或是 Diablo 的一些紫色，那这个浅紫是非常经典的一个 Lamborghini 的一个颜色。前面的保杆呢是 Darwin Pro， 全部碳纤维的。喜欢跑山的人，我们都一定会贴防爆膜，所以这个有防爆膜。然后呢，前挡玻璃我换全新的。玩这台车子的人都会喜欢跑山、跑赛道，所以前车主的确是 a spirited driver。那但是我看不惯的就是，因为前挡玻璃有一些坑坑巴巴的，然后有一些小小的裂缝，当然可以去处理，但是我就是跟 Lamborghini 又订了一个全新的前挡玻璃。后照镜原厂就是碳纤维的， side sills 原厂也是碳纤维的，我还是沿用了原厂的 Super Leggera 的这个贴纸。那我自己又装了一个碳纤维的进气的这个盖子，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让这个进气孔放大一点，然后碳纤维这边就会 match 全部车子的碳纤维。你们看到的这个尾翼是跟普通 LP570 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是 LP570 STS 的版本的尾翼，再加上这个引擎盖，引擎盖是全碳纤维的，我又包了一层碳纤维的 PPF 在引擎盖还有尾翼上，是因为这个碳纤维已经12年了，所以稍微有一点点偏黄。那我喜欢整体上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 style， 所以我选择了贴过去。这个 rear bumper 这个也是全部都是碳纤维的。拥有小牛的人应该都知道，它的后尾灯其实很容易裂，因为引擎室这边太热了，所以过了很长久的时间它会裂，所以我又花了很多钱去买了两个新的。后保杆里面有一个架子是塑胶的，那因为引擎室太热了它会老化，那我这个架子也换掉了，所以是全新的。所以呢，后面基本上是翻新了 ，and it looks brilliant。那排气管我是用 Klein Innovation Inconel 625材质的，我自己觉得是最棒的材质。那我有沿用了蝎子管的这个尾翼管，是因为
Klein 没有做尾试管，很可惜。但是我把蝎子管的 logo 拿下来，所以也是碳纤维的。But it looks pretty good and it sounds amazing. And we have EMC wheels. 我加大了到20寸 EMC monoblock 单片式的。那 we used an anthracite finish, 所以比较灰一点。但是单片的 monoblock forged, fully forged, 所以还是轻量化的。Let's go take a look at the front wheels, and I'll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brakes.因为这台车子当初进到台湾的时候，是 G Motor 周伯雄他进的。周伯雄，我觉得有一个点他非常的屌，就是他们的选配都是满到爆。那当初很多小牛进到台湾的时候是没有陶瓷刹车的，但周伯雄进的时候，他每一台车子都有陶瓷刹车。那这台的陶瓷刹车的状况还是非常好，我只有换来临片 Padgett RC Ones， 我觉得这个就够了。你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到。我把这个钢圈的 offset 有推出来一点点，那这个是20寸的，那有我们 EMC 的 emblem。那我这边的设计，我就是掏空了一些， save some more weight， but it's beautiful， anthracite gray。然后啊，我是有重新烤漆这个 brake caliper， 之前是一个意大利国企的这个配色，那我只是觉得用这个车身的颜色搭配这个纸是非常漂亮的。我们上钢圈的时候到现在我只有开不到1000公里，所以四条轮胎也都算是新的。那拥有这个年代的小牛的一些车主都会知道，停局的这个 pump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买车不到半年我就经历了这个问题，然后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用。其实这台车子是有 KW 的 V3， 但是它用了原厂的这个抬头的这个 pump，所以我就是买了一个新的原厂的 pump。 所以这个是 STS Super Trofeo Stradale 的引擎盖，那这边就没有一片玻璃了。 But let's check this out. It's very easy to take off. Push of a button, it clips. 然后我应该可以 OK, and it comes off. See, fully carbon fiber right here. 我先放到这边。 You know what? I'm gonna put it on the grass because it's safer. 你看看我多爱洗车子，我就不放这边。我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 BMC 碳纤维的 air filter system， 但是这个里面的 filter 它跟其他的 filter 是不一样的设计，它是往这样子的 filter。 OK， 这个 filter makes this car breathe so much better。 OK， and look how beautiful this engine bay is. I will let you guys listen to what this engine sounds like in a bit.内装我也有整理一些，但是我还是以原厂为主。原厂全部的这个都是 Alcantara， 我就没有什么碰的。然后它的这个车顶这个 roof lining 也都是 Alcantara， 然后它这边有一些那种 race 的这种 spec， 那这个我就没有在动，我只是把它固定的更完整。那这个赛车椅我们也没有去整理，因为前车主其实非常保护这台车的内装。那这个状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漂亮。那唯一我有去重新整理的是方向盘的这个麂皮，因为麂皮过了几年，你常常开的时候，这边就会变得比较干干硬硬，然后这个质感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你们看看这个门板。所有的碳纤维都是有贴保护。音响的部分呢，我其实有换一个这个 head unit， 我也花了蛮多钱去把喇叭也换掉， bass 重低音我全部都换掉了。是因为我自己还是很喜欢听音乐， but you know the main point was 我可以有 Apple CarPlay。 那我刚刚讲到的防滚架其实就是这个。 OK，So there is a harness bar. 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cage， 它只是一个 harness bar。所以有了这个 harness bar， 其实你就可以用这个4.4的这个安全带。你其实平常开车的话，你就用这个普通的安全带就可以了。后面的这个椅子全部是 carbon fiber。It's beautiful.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灭火器， you know, comes with it. 我自己又订了一个 Superleggera 的一个 floor mat， 但是原厂的在下面。就像我刚刚讲的。车顶的这个 roof lining 的这个设计， and it goes throughout all the seats。这台车子的状况内装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我连这个 seat belt 都有整理过。那我自己是非常非常非常龟毛的一个车主，所以
我开车的时候我都会非常非常小心。好啊，我知道大家想听这台车的声浪，重头戏来了。所以其实车子在里面的声音也是蛮屌的啦。And you know what? There's no rev limiter, alright? That's the great thing. 这个年代的车子 ，no rev limiter and handbrakes. Okay, 做三次 ，okay, that's enough. Alright, that's enough about the interior, and let's do the ending.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收藏一台非常限量的超跑，自然进气。Basically, the best that you can find on the market right now. 它的状况我相信在市场上是最佳最美的。那如果真的有兴趣来跟我们谈，如果喜欢的话 let us know， 然后分享这个影片给大家，继续支持 EMC。 Hopefully 下一个车主很快可以到来，那下一个车主相信我，你一定赚到了，因为没有一台其他的小牛比这个还要再屌。 Alright, good luck, peace, contact us.